及管理要点第七条，会议时委员不得携带麦克风、旗杆、棍棒、喷漆、弹类、汽油、刀械、武器、爆裂物以及与议事无关之物品进入会场，并不得破坏议事设备。敬请各位委员遵守。报告院会，报告院会。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表决开始。里面鸣笛这个动作也被这个韩国瑜说希望不要带危险物品进来。大家可以看到呢，现在在主席台上两边是往前冲上去了，国民党立委是死守着主席台的两侧，可以看到在左手边的地方呢，民进党立委邱毅莹呢其实是很想要冲上去，但在另外的地方国民党立委们呢赶快投完票赶快回到主席台上去换班。你可以看到现在包括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丁学忠两个人都冲到了主席台前去护着这韩国瑜，因为他们投完票之后就赶快回去。但是你可以看到呢，在议场的两侧呢，包括了民进党立委呢现在也是蠢蠢欲动。那么刚刚民进党立委邱毅莹第一时间就跑上了主席台的左边，那么当然了他们就很紧张了，赶快国民党立委人事的优势呢，那么就赶快的来冲上去。那么其实包括了很多的国民党的女性立委也赶快冲到第一线，因为民进党的女立委已经冲上来了，他们担心会有争议，当然他们女立委对女立委。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国民党女立委赶快冲来支援，包括了新竹立委徐欣怡，那么也在另一侧来挡这个民进党立委林淑芬。那么可以看到呢，其实陈玉珍现在呢也在跟林淑芬来做拉扯，可以看到今天的陈玉珍的装备呢也让很多人很紧张，而现在投票也已经开始完成了。那么表决结果如何呢？一起来看看。赞成多数。报告院会，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那么当然他们就轮流这个投完的赶快上去主席台支援，要确保议事能够完全的好好的来进行。但当然民进党立委也不是省油的灯了，有人投完之后赶快就往主席台上冲，可以看到呢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肢体的暴力冲突，包括了国民党的立委谢龙介，现在呢郭国文也要爬上了主席台。我们可以看到在韩国瑜旁边现在已经扭打成了一团，那么现在呢立委们已经开始动手了，包括你可以看到台中立委罗廷伟现在已经被推翻，那么洪孟楷也出现来挡郭国文，很多的立委现在已经不顾形象往前冲，用爬的上主席台。可以看到呢这个韩国瑜的脸色是相当的铁青，那么旁边当然也有这个张家俊来帮忙的顾，那么但是呢在下面的地方包括叶元之、郑正前还有民进党立委王美惠、蔡益瑜都往主席台上来冲，那么现在也在做攻防。而在另外一边呢可以看到现在呢哇这推起冲突也是相当严重，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立委黄秀芳现在跟王宏威可以说是抓在了一起，包括了民进党的立委范云也在这一侧。那么我们可以带你看到呢在另外一侧这边有蔡益瑜跟王美惠被誉为是绿营的战神，现在也在立法院的议场的另一侧爆发冲突。那你可以看到王美惠现在是紧紧抓着的应该是国民党立委徐巧芯，那么当然了国民党的男立委赶快躺在中间希望不要爆发更多的肢体冲突。那么你可以看到现在动双方是不断的叫嚣，一起来听听看现场的最新画面。现在已经离开了议场，而且这个大荧幕上直接写着休息两个字，那么呢这个主持议事的主席韩国瑜现在已经离开了议场，因为他也认为这样的事情他实在是摇头的离开。但是现在那么留下来的国民党跟民进党立委们呢现在大家就是在主席台前，由于这个主席已经不见了
所以这攻防相对来讲也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就等一下是不是要协商，又或者是有下一步，就看等一下在立法院的下一步要怎么走。但是可以看到刚刚那一波的肢体冲突已经让很多的立委挂了彩，很多人现在都在摸身上的伤，那么也当然不舒服，包括呢国民党的立委谢龙介现在看起来还是相当的生气。那么现在安抚他的是民进党的立委赖慧媛，那么跟这个洪生汉都站在他的前面。那么待会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冲突，而这一波的冲突是不是能够就到此为止，也要看接下来能不能蓝绿好好的来沟通。